你的秦王殿下在那里，你想去哪儿啊？保护秦王殿下和王妃。 你要不要成为我的臂膀？只要你一句话，我刘长生没事儿，水里去，火里去，以后我们就以这个为信号，刮一下鼻子就代表默认了，怎么样？快找御医！快找御医！为你死的，伤害无缘。